大家好，我是想天用这儿的妈妈，今天用芸豆大家做个美食，看我怎么样做。这是切好了肉块，这是切的葱白，和上的盐，搁的味精，料酒，搁的蚝油，搁上的香油，豆面酱，搅拌均匀，我是这样啊。怎么样做出来味儿好吃？把芸豆切到丝儿，切好了丝儿，再切成小块儿，准备没了。这芸豆，好了，芸豆放到油线上，不用烫烫芸豆啊，冰糖就爆松就行。妈妈，为什么你把这芸豆切丝儿去？我看你沾着油了，就这么样切切。切丝儿它去了一块，一打上味儿是香。好的面开了，你看这蜂窝，你看面白放点点儿，吃也香。用小擀子擀豆面，拍拍皮儿，调匀火。芸豆里搁上点盐，再搁上点油上面，搅拌均匀。用好的面搓成长条。这成大勺均匀的汁儿，整整点面布封粘，按边儿它擀成面片儿，切好了馅儿放上包子皮儿上，包成麦穗儿包，放在玉米皮儿上。包子包好了，上大锅里。你看这个意思一包，你看我还扭。包了面包是真的。这个意思，咱们抽就是个包，俺多包给你蒸一蒸，你不蒸，刷把肉蒸就是你包。好了，都湿到锅里了，盖上锅盖。开锅半个点就好了。好了，上锅吧。你看看这有多大，可不就是皮小的，吃不好怎么样好吃？你就老土锅的皮，你当你再包是不对，俺锅就包的小皮儿，没有那么多皮。哟。哎呦，我嘚儿嘚儿的这油，是哪黄？烂、嗯。嗯，这油都没烂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关注“湘菜用纸”，谢谢大家了。哎呀。